怎么是他？我看这医正们都在忙，你随便帮我找个药童就行了。使不得啊，李大人，您是救过太后娘娘的人，怎么可以随便找一个药童给您包扎呢？他不是叫张骞，怎么摇身一变又变成了救太后的李谦？哎，那个小药童，麻烦你帮我上个药吧。哎，叫你的小药童。 清楚熟，我数到一百，便来抓你。之前每次都能被我抓着，这回你可要藏好了。一，走走走。二，三，四。干嘛跟着我？ 江倩，又是你啊！怎么，拿个簪子就敢装匕首了？那日在太医局，你装药童，让你给跑了。今天我可不会放过你。我在宫里查过了，没有叫江倩的宫女。看你穿着这么华丽，难不成还是郡主了？说吧，你究竟是谁？ 不像郡主吗？再说了，我干嘛告诉你我是谁啊？你不也不是张骞吗？我是秉州总管李长卿之子李谦。比赛之时，为了行事方便，才用了张骞的画面。找我做什么呀？我想看看你的神鬼兵器图。郡主，原来您在这儿啊！啊，郑国公世子进宫来了，说是找您有急事儿。 哼，还真是厉害啊！专门找个人来打配合的。你是新来的侍卫吧？怎么对迦南郡主这般无礼？别理他。请客，你去跟素素说一声，我先回东三所见阿绿哥哥。难不成还真是迦南郡主吗？